也不少，所以我把这个压力给他了，希望他能够帮我，除了赚钱之外，再有一点使命感吧，把中国的文化宣扬出去。 Kamos 是我跟 David 的很好朋友，然后我们也认识很久。他非常的支持，昨天飞来，然后今天剪完彩，晚上就走。